小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要是实在还生气，不让他当面过来给您赔个不是，哎呀，您别走好不好嘛？是这样的，温敬辰出差太久了，那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，所以我决定我也要去出差了。出差？对啊，不是你要去哪儿出差呀？多久回来呀？哎哎哎，晋晨知不知道啊？干嘛要让他知道？不是。 谁这么晚了？哎，你等我回来，我再跟你聊啊。我先开门。哎，桂姨，待会儿你要帮我检查车照。哎，行行行。哦，是你啊。 哎，小袁，小袁姐，我看人家说的这个情况应该很紧急，我觉得你啊应该先去看一看啊。你看你是都市丽人，你又这么漂亮，人又善，你过去看一眼。我就知道他没白疼你。他疼我？你对疼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你们之间有误会啊？我跟他能有什么误会？我跟他又不熟。那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他最近一直郁郁寡欢的。 哥，你怎么真走啊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你看我像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？不过话我可先跟你说清楚啊，我只是在还上一次你照顾我的人情，你可别想多啊。切！哎，你在干嘛呀？ 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会不会啊？
啊，笑了。这丫头还是关心我的，嘴硬心软。哎，醒醒！哎呀，怎么了？起这么早，不再睡一会儿？再睡，再睡我就死在你手里了！不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照顾人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对不起，有用的话，还要护士干嘛？这样吧，当做补偿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嗯，你说。你跟那个裴修哲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月月这个称呼只有我可以叫。幼不幼稚啊？别以为生病了就可以。您没事吧？我去给你找护士。既然你帮了我一次，我也不想欠你人情。别乱来。你不是想攒钱结束婚约吗？我帮你了。